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Brandon 毛巴，最近顾住做直播啊，好耐冇同大家做过攻略片啦。有好多观众都问我啊，有冇对呢个游戏嘅前瞻少少嘅预测，可以令到佢哋咧有持续嘅战力提升嘅。咁今次我会特登讲一下资质提升同埋未来武将嘅走势。又嚟到字幕时间啦，识开嘅大家就开啦。咁我继续讲我要讲嘅嘢。话说我呢个频道都做咗半年有多啦，由一开始嘅六子将啦，去到董卓前排做坦啦，出咗兵种之后，赵云带军嘅三骑大时代啦，到出咗特种兵，我哋会带埋张辽、赵云同埋资质提升之后嘅许褚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打机有一句说话叫做一朝更新一朝臣啊。除了新武将之外，资质提升之后的武将都会是我们重要的一员，千万不要忽略。只不过可能有一些新的朋友仔刚刚入坑的，未是很明白什么叫做资质提升，我都会再讲一讲。例如我们的孙尚香，如果你没有假许的话，用貂蝉队孙尚香就肯定是会上主队的。另外一只超级重要的就是赵云，连我们现在最大科长都还是摆他在主队的。咁华佗都系啦，系一隻超级强劲嘅宝师。不过就唔好意思啦，我只许褚唔记得剪片剪出嚟啊。顺带一提啊，转判出咗三略啊，望一望右上角嗰个连结，咁就可以睇下三略系有咩作用噶啦。我就要建议，如果系平民嘅话，抽咗佢啦，唔好谂啦。不过戴一戴头盔先，呢一啲咧系六服嘅更新嚟嘅，唔代表港澳台咧一定会咁样跟住。首先第一隻是老叔，老叔可以由100变成120的，它最大的分别就是多了减低别人的命中。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玩暴击流，如果减低到它的命中，即是暴击会少了，对于我们的存活率也会上升的。之前朋友仔听我直播都知道，我嚟紧会唔想用假许，都用貂蝉噶啦，就系因为咧治疗效果会有提升啊，就代表华佗可以补得更多嘅血，咁我前排嘅张辽咧就可以顶得越耐啦，所以我都好期待貂蝉系会升成点样嘅。厨房嘅技能咧就好似我哋第一次嘅资质提升嘅袁绍咁样，系去破防噶。但是因为袁绍到现在都不是一隻主流的武将，那我想厨房都应该会是了，所以我对他就不是十分之看好，不过喜欢玩破防的人可以试一下。另外一隻我很期待的就是吕蒙，因为吕蒙现在有感烦的，那兼上他资质提升之后有加上个护盾，代表他会站得再耐了，那可不可以打得赢赵云呢？那就密切留意了。因为话晒枪兵的选择其实真的不多的，要打马的话。跟着文丑啊，最初我看110资质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他平平无奇啦，直成是垃圾。但是呢一见到他120资质呢，他增加了自己的暴击，同埋增加了自己的暴击伤害。这个我觉得是会啲人会不用赵云的啦，就用文丑。黄忠都冇咩特别噶啦，譬如而家你用紧孙尚香嘅话咧，你未来就可以换黄忠啦，因为黄忠咧由资质提升之后，由两只嘅内控变成三只嘅机率内控。咁不过都系嗰句啦，黄忠嘅输出咧唔系十分之高嘅，你都当一只半控场嚟用啦，咁都 OK 嘅。之后就到一只我哋遗忘咗嘅盾兵啦，曹仁啊。睇完之后我都冇咩 comment 好讲啦，因为都应该都仲系咁垃圾啊。暂时建议啊，因为喺市场度咧系好难买到呢只曹仁噶，咁我觉得就唔好储咯，正常嚟讲都唔好用噶啦。之后就到魏延都有资质提升啊，咁但系佢同三国杀嘅魏延系冇分别嘅，傲骨啊，即系打完人哋之后补自己血。但是你身为一只前排，你打得几耐啊？补血都冇用啦，系嘛？所以算数啦呢只。啱啱啊就介绍咗几只好似比较有用嘅武将啦，确实唔知噶，戴个头盔先。但系咧，因为每一只升嘅资质武将啦，都要大概要25万左右嘅信物啊，咁大家都应该好缺嘅。所以我都系建议大家应该要拣一拣边一只武将最适合你而家嘅组合。
好似譬如咁讲，我咧就会考虑咗貂蝉啦、老叔啦、黄忠先。唔知道你哋谂住升边一只咧？一齐留言讨论下。今次时间差唔多啦，如果真系中意呢条片嘅话，揿个 like， 分享俾朋友睇，记得要订阅我啊！拜拜，下次再见。